实话，众人是心上人，羡慕啊！等一下，给你。嗯，谢谢。 和你一起去吗？他还有工作要忙呢。我看你开车了，我要去个地方，要不然你送我一程。去哪儿啊？方兴路。巧了，我正好要去那边送个文件。走吧。走啊。帅吗？帅。我男朋友。 我还有事，就不去了。现实世界对我太残忍。还是武侠世界好呀。那武侠世界除了教你表哥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之外，还教你什么？姐夫，他也不是好东西。你看这姐姐死了，那小姨子就开始惦记姐夫，什么玩意？就是啊，什么玩意？对呀，您总算上道了。 没问题，明天见。
嗯。